Okay. 谢谢 Fabian。 大家晚上好，我是 Geraldine。 OK， 我是 Dofera 的 Wellness Advocate， 是精油爱好者，也是精油的分享者。我很喜欢就是尝试不同新的东西，俗语说的好啊，活到老学到老，对吗？所以每天都会继续去探讨新的事情，尤其是自从去年，我相信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已经开始 work from home， 对吗？那么在家里面平时就少了出门，间接中多了很多时间，所以就开始探讨说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那家里就有很多精油嘛，我就持续的开发，就是探讨说我可以再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通过精油，对吗？所以很感谢Fabian跟 Debra 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我的平时在家里用精油的地方。那么最近我有一点这个 DIY 手工皂是我最近比较into 的一个小兴趣或是爱好啦哈。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会持续探讨这个，也是因为有时候外面的香皂一些香味我不是喜欢，我不是很习惯，而且感觉上用了皮肤也很干。OK， 所以呢就开始慢慢的探索说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换得比较健康一点，用得健康一点。 Next one。 Thank you. Yeah. I need a. Okay.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做手工皂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每一天我们在生活的环境，可能你现在在家对吗？尝试就是环绕一圈，看你家里有什么瓶瓶罐罐装装的，这是一次性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多，就是看他们包装是不是塑料的，就是很多一次性的塑料。那间接中每一天我们其实是都是自己也是垃圾的制造者。而且这些一次性的塑料呢，其实对我们的环境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比如你所看到的这照片，你看有很多塑料垃圾啊。那么在太阳大暴晒之下，其实他们会释放一些不好的气体，而影响我们就是地球上面的那些气层，而且这一些不好的气体间接中也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吸进去，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不是很健康的。所以环保来说呢，不只是 recycle， 其实也是 reduce and reuse。所以只是当我们真正的做到这三点过后，我觉得我们会制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平时我们在外面购买的一些可能是沐浴露啊、清洁剂啊这一些。我们每一天只是冲了过后，你有想过就是这一些冲洗掉的这一些脏水，再加上这些清洁剂，它们是这就会被流入到大环境里面。如果没有被好好的处理的话，那就会间接中污染到我们的一些食物链，比如说这一些脏水污染了的水，它们进到我们的那个土壤里面，那么我们就种植一些蔬菜水果，这些恶性循环就是我们也自己间接中吃下去，但我们 也会持续下来，也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往这方面去探讨，为什么就是为了环保和健康，其实真正从自己的家里开始才是最实际的。 OK，
也许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可能是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有多少人其实是看价格而买东西的，或有一些人，或是你们会很注重里面的成分来决定你们要买什么东西来用，或是买什么东西来吃。可能你们在这个 chat group 里面可以写下来，就是如果是你是以价格来衡量，说你要买，你来决定你买不买，或者是以品质，或者是它里面的成分来决定的话，OK， 一就是价格，二就是一个里面的成分，可以在这个 chat group 里面分享一或者是二。可以看到我们那个 chat 吗？可以看到我们 chat 吗 ？What the answer they have？ 啊，可以。那他们看到了。嗯。OK， 好，不错，这样谢谢大家的分享的回馈，你们的答案。好，其实在市面上所售出的这一些就是沐浴露，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肥皂，就是拿来洗澡的肥皂或是洗手的肥皂都好，里面的成分其实是很多，都是有很多那一些化学混合物所组成的。当你看到它里面的成分越长，所列出来的成分越多越长，并不代表那个产品越好，因为有可能就是它里面的那些化学成分会很多。往往这一些东西有可能它可能存在在产品里面，虽然只是一丁点的成分，但是它可能会跟其他的成分就是产生一些不好的化学作用，而严重的话长期使用可能会引发一些就是过敏症啊，或者是甚至会致癌，因为这一些化学反应可能会导致一些致癌物，而它产出来，它就是它的 final product 就是可能会是一些致癌物。而且这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在亚洲里面这一些其实我可以说就是只官方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的做到好像欧美国家还是美国那样严格，有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可能他们没有就是完全做到 100% 的就是透明化，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把全部的原料都列出来呀，所以我也未必是知道说我们所用的东西是真的就只有这一些嘛。再加上每一天一睁开眼睛去刷牙啦、漱口水啦、洗脸啦、洗发啦，你可以想象每一天我们接触到这些化学成分的东西可想而知有多少，对吗？呀，所以我们的皮肤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所以这一些在长期使用下来，其实我们身体可能有一些症状被引发出来，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明明为什么我已经吃得很健康，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的症状啊，这哪里的不适啊。所以像怎么说呢，就是小小的 step by step， 就是一天就是得慢慢的开始。让我 OK 等下哈 OK 让我再next one OK。 那么最主要比如说我这边列下来，当然在我们平时用的产品中未必有只有这七种比较不好的成分或者比较危害性的成分，当然里面还有可能还有更多，但列下来这七个的原料呢，使用在比较普遍和用在我们这个沐浴露跟肥皂之中，对人体大致上就是最主要是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炎啊，还有一些是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荷尔蒙的平衡，或者是会致癌，
尤其是那个防腐剂，就是这个邻苯二甲酸盐跟那个 parabens， 还有香精或者是香水。其实香水它们的用量可能很少，但其实每一对香水制作有了解的话，它里面的化学成分其实是可以高达几十个或甚至几百个的颜料，来达到它那一个想要的那个香水的效果。还有另一个也是很刺激人的皮肤的是人造色素。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产品有没有人造色素呢？通常他们会列下来，就是 FDNC 什么颜色，或者是他们没有列下来这一些，但它就是会有一些就是 number 代号，就是 CL 那有列号那 number， 这些都是人造色素的。用在会刺激皮肤，但是如果是人造色素，其实也是会通常会用在我们吃的方面。对小孩来讲，他们吃的太多的话，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个过度活跃。OK，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肥皂的制造的历史有多少的了解。其实这个是已经是在很多年前，公元前2800年前，已经是有人开始已经发现到制造这个肥皂的制作法。那么巴比伦人其实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制造的第一块肥皂。那么当初这个肥皂刚刚被开始他们开始生产肥皂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成本是很高，因为主要用的是动物油。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演变，还有科技发达的一些研究呢，现在的肥皂其实是很普遍化。所以主要的成分有其实是很简单，只需要就是两组主要的颜料，就是脂肪或者是油，再加上那个碱液。那么这两种加在一起过后，再加温的话，它们会产生一个皂化，就是皂化就是的一个作用。那你的成品就是皂跟干，肥皂就是你洗啊，让你干净，还有就是可以有泡泡。甘油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肥皂里面，它是给我们保湿的功能。但是在工业或是那些就是those commercial soap， right， 工业所生产的肥皂，往往甘油他们会额外的被提炼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甘油其实也是其他工业的颜料，这一个是可以卖钱的，可以赚钱的。所以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在市售买的一些肥皂用了过会导致觉得皮肤很干，干的甚至很多时候觉得皮肤会发痒，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OK， 那么现在让我来分享就是制造肥皂的一些很普遍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个是冷制法，第二个是热制法，第三个研磨法，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会比较注重或是我们待会会给大家呈现的叫做 melt and pour， 就是皂基制作法。那么冷制法呢，其实是也是越来越普遍化，就是现在一些比较健康倡导者他们就是会自己就是去多了解自己在做一些。但是这一些因为在新加坡是不被允许，因为碱水你自己不可以在家里做，所以这些你要通过一个有就是执照的一些facility， 就是去做你的这个冷制肥皂。热制的肥皂呢，其实是属于工业用的方法，因为它高温加热，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完成，不需要进化时间来六到八个星期或甚至十个星期的一个静止时间。那么肥皂他们一做过后就可以很快的被使用或推出市场去售卖被使用。所以热制法是其实是现在的一个就是 industrial method。 rebatching 就是很多就是可能看一些比较环保的，就是可能一些好像酒店用剩的一些肥皂啊，现在他们可能去回收，那么再拿来加工，那么就可以在就是可能捐赠出去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因为他们可能穷的连肥皂都买不起。那
Mel and Paul 其实是最简单，因为它步骤很少，就是少过五个步骤，所以它很快速，而且它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成品的，就是皂基的成品，就是直接开始，你不需要自己再称一些油啦，加碱水啦，那么再确保那个加温没有过热才来做你的肥皂，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convenient pack， 就是现代人的一个 convenient pack， 就是速战速决的一个方法。但也很庆幸，因为有这方法，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自己做肥皂，然后也可以自己用挑你喜欢的香精精油啊，那么依自己喜好来调你自己个人的肥皂，就是 personalize 对吗？这样，那么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未必是每100%天然，当你们买这个皂基的时候，就是那个设备的时候，你们要就是小心一些，去多了解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因为有一些可能制造商他们未必提供给你的是纯天然的原料制造出来的皂基。好 OK， 这个皂基制作法的肥皂材料很简单，就是这个皂基，我们所谓的 soap base 英文，它有很多它最主要有两种，就是透明跟不透明，但是成分来说是大致上都可以有蛮多的选择，主要是成分你是可以看一下哪一些是比较温柔顺的，可以更保湿的，所以这一些你们如果不清楚的话，在购买之前也可以跟商家多多了解呀。还有就是皂基，那么其他的就是添加物了，就是修饰了，就是主要我们把那个香精或者是香水用精油来代替。这样子，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那么精油加在这个通常在用皂基制造法的话，你的用量其实建议是在 0.5%到2%左右，相对的来讲的话是差不多10滴精油在100克或者是 100ml 的那个皂基重量。对，那当然我们如果是每一天都看那些没有颜色或者是白色的那种肥皂有点闷，对不对？我们生活在后世界里面，当然颜色也是会让我们心情好一点，对吗？那除了人造色素，我们其实可以用矿物色或者是食用色的食物的色素来代替呀。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面膜的那个泥粉，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提供一些天然的色素在里面，只是它的颜色可能就没有比那个矿物色来得鲜艳而已，但也是比较健康，因为他们有提供一些可能purification， 就是清肤肌肤的那个功能呀。其他的天然修饰物就是美化你的皂香皂来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用比如说干花咖啡渣，比如说咖啡爱好者，你就是不需要每天把你咖啡渣丢掉了，你要确保你咖啡渣会就是过水把多余的一些色素清洗掉过后，再可能晒干，如果太粗的话，你再加工，就是把它磨得细一点，再加入你的肥皂，或者是麦片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就是一个磨砂原料呀。你也可以加入进去，那么加这一些天然修饰物，或尤其是比如像咖啡粉或是麦片来说，你们加进去的话也不可以加的太多，因为它的皂基他们已经是厂商里面已经是把一切的那一个成分已经定制好，这样子你做出来你的香皂其实是不会失败的。但是如果万一你们把这些添加物加的太多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做出来肥皂的一些硬度啊，可能过硬啊，又可能就是你加太多它又不能硬化，所以大致上只要记住这点，差不多500克或者是一磅是差不多454克的皂基呢，这些添加物最多你加一大汤匙，就 1 tablespoon， 就差不多 15ml
那么以重量来算的话差不多也是15克 OK、那么相对来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很好的精油呢？因为、外面市场上有很多精油可能他们也只是说、是 100% 纯天然，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们的、他们的这个原料是来自哪里，他们是怎么 进行一个、品质的审核。因为所以呢、选择 doTERRA 的精油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选择。那我这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差不多一个两分钟的视频，就是、让你们更了解关于 doTERRA 怎么对我们的品质、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就是确保我们的、用户、可以安心的使用，无论是吃或是涂抹还是扩香都可以，就是用得很安心。十几年前我就有从事精油事业方面的经验，但为何我选择多特瑞？因为多特瑞 CPTG 专业纯正调理局认证，让我了解什么才是真正植纯、安全且效力稳定的产品。接下来带你轻松认识经过 CPTG 专业纯正调理局认证的多特瑞精油。精油好坏最重要就是来源，好的植物会受到土壤、气候、湿度、纬度各种特殊环境所影响。在认识 CPTG 的过程中，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公平的，世界各地都有每种植物最适合生长的环境，所以在不改变植物本身的基因下，就必须了解植物在世界各地最好的来源。多特瑞非常重视来源这一块，也因为 CoinPen 互相效力合作计划，在世界各地与许多农民配合收成高品质的原料，有了好的原料，在萃取方面的技术又更专业了。所谓的纯正，并不是只要用天然的植物萃取就是纯正，而是从萃取到装瓶的中间步骤没有残留农药等化学物，而且在蒸馏萃取过程还要避免影响植物的效用。我们要如何判断植物在蒸馏萃取出来的精油能保留我们要的安全及品质？这时候就必须经过重重的科学检验，符合该有的效用我们才会留下，不符合的就淘汰。当然我们检验不是自己说了算，而必须经由三方公证单位认证。最后这道关卡是传承世界各地文化中精油的使用经验，在现代精油及芳香调理中持续深入研究及应用。多特瑞的每瓶精油都是经过这四道关卡之后才能拥有 CPTG 专业纯正调理局认证。以前我只在乎精油的纯度，不会判定精油的好坏，现在我知道要天然植纯、安全且效力稳定的产品，就是要选择经过 CPTG 专业纯正调理局认证的精油。那么当然挑选安全的精油、纯正的精油、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要怎么就是选择、精油，根据精油的功效来做你的手工皂呢、我做了这个一个列表，你们可以就是 snapshot 起来，或者是 green screen、或者是 screenshot OK、就是大致上通过这一个列表你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说、比如你想要有一个收缩毛孔的效果的话，哪一些精油你可以挑来就是混合加进你的那个、手工皂里面、比如佛手柑啊，收缩毛孔这些其实也很有效，西大木啊，就是雪松、快乐鼠尾草、天然葵就是 geranium 或者是那个土松浆果，这些对收缩毛孔、也是很好的。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就是一些收缩毛孔的精油，因为就是粉刺有时候化妆粉刺比较多嘛，或是防晒啊，涂防晒有一些粉刺，那么
这一些其实也是很好，清洗过后就是收缩毛孔。那么抗老的话 Juniper Berry 也是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不同精油其实也是可以针对不同就是肤质来选择，希望这个列表也是可以给到你，就是说针对你自己的皮肤你可以挑选，不只是大致上就可能说身体的那个肤质啊，或者是脸啊，比如说你们是拿要做手工皂，或是只是要就是稀释过后涂抹在脸啊，那一些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个来调。还有就是疏解压力，清除疲劳跟助眠的话呢，我本身也是很喜欢 bergamot， 就是薄荷干的味道，就是你看它富有就是疏解压力，清除疲劳，或有助眠的效果。我等一下给大家示范的，已经挑了这个薄荷干。但是这一个佛手柑呢，它是photosensitive， 就是你涂抹过后就是避免就是晒太阳啊，因为它会就是吸收紫外线，会有导致可能一些黑色素的沉淀呀。但是你晚上用其实是 OK 的，就比如说你晚上回家，因为它有舒缓压力消除疲劳的效果，所以晚上或你就是洗澡的时候用的话没问题。因为你是隔天才出门啊，对吧？还有除了这一些呢，这些柠檬啊、洋甘菊啊、玫瑰啊、檀香木啊、依兰依兰，就是依兰依兰跟那个 vertiver， 其实也是这一些都是对皮肤还有解压消除疲劳助眠都有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单方精油，但如果你觉得哎呀单方精油这么多选择，我要怎么就是选择两三支来配呢，但是配的出来的效果会不会不好呢，那就要考验你自己的那个自我挑战的那一个自我挑战吧。你一定要尝试吧，你要不尝试你不知道这一两种精油加起来会是什么，你喜不喜欢，对吗？没关系，多尝试过后你就会知道。那如果你觉得哎呀尝试太麻烦的话呢，我其实这一边可以给你介绍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那些复方精油，就比如安定情绪复方，它其实一个很浅又有很好的一个就是石菊类的味道，又有一点就是木香的那种，觉得整个人就觉得很放松呀。通常我会敷在脚底，我也有用 Thera 的这个安定情绪的那个肥皂，那么我也会时常扩香。那神器复方就是 Lavender Peach， 这个也是很好，而且这一个最近我也是有尝试在的手工皂里面，我做了我寄回去给我妈妈，我妈妈在 Malaysia， 她用了她自己也很喜欢。那活力复方 Elation， 这个其实是比较是消除疲劳，那让你达到一个提神的效果，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就是薰衣草的成分 Elan Elan， 或有那个檀香的成分在里面，也可以达到一个让你心情放松沉淀，没有这样紧张呀，有点解压的那一个效果。还有就是柑橘清新复方，对于很喜欢就是橘类味道的话，这一个肯定是不会错的选择呀。柑橘清新复方我很喜欢用在洗手的肥皂，那洗的够香香，那手就是一直放在这个鼻子面前，那么我就觉得啊整个人很清爽呀。好，那么因为我们制造肥皂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是我先给大家展示说我们怎么做制作这个肥皂，就是 Bell and Paul 的方法，就是皂基制造法。那么接下来当做完呈现过后，我会再回来跟大家解释接下来的最后几个就是 slide 哈。 OK， 行了。 OK。
OK， 好。那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些都是我们已经预先准备好的材料，这就是皂基，这个是不透明的，这个是透明状的。皂基通常你买到的它是一大块，好像砖块这样打，所以你要把它切成比较均匀小块，这样你溶解的时候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也比较均匀，不会就是会避免就是说过于就是过度加温它而烧焦。那么这些是色素，这是矿物色素，这个是 mica color， 你会看到它是有一点 shimmer shimmer， 这样子它出来的颜色其实会比较亮的，你加进肥皂的时候。还有另一种是就是这个食用的色素，通常是液状的，我们有很多选择。OK， 但是如果是要用来洗漱身体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用就是这些矿物色素，因为有一些食品的色素可能它会比较沾皮肤，那你会要就是要洗，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如果是你用来洗漱身体的话。OK， 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刚才就已经就是事先溶解了一些皂基，要不然的话它会用差不多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溶解，主要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方法就是隔水加热。那如果家里没有这一个就是加热器的话，其实你有那个微波炉也 OK， 可以用微波炉。微波炉的话你就设置在就是低温10到15秒，再拿出来查看，如果溶解太快的话你缩短时间，直到完全就是融化为止。现在就是我们已经有三个已经融化了，我今天会给大家呈现的就是差不多这几款，就是这一个就是很 candy 的 color， 就好像糖果的颜色。对，它是会需要预先准备这个就是已经上色的那种切碎的那种肥皂。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用花瓣或者是干花来修饰的，这一个是 lavender， 等下我会给大家呈现的是rose， 这个就是其实你溶解过后加进去，那么就是加进你的那个皂基，融化的皂基过后就直接入锅。 OK，那其实你也可以很创意，可以就是不同的层次感，就是颜色你可以弄很多颜色，做一个9层高的颜色，或者是下面就是不透明的，那你就是加一些立体的一些修饰在里面，都会再把这个透明的布盖上去，这样子你就可以呈现到一个有立体感的肥皂的效果。 OK Alright， 现在呢我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一个，我先拿出来让它稍微冷却一点才加入精油，因为这一个我主要是会呈现这一个肥皂的效果，所以就只加精油不加任何的色泽了。这一个我会用的是 Buddy Green， 就是那个苦橙叶，跟 Bergamot 就是佛手柑，对，佛手柑，刚刚讲的忘了，不好意思。所以这里有差不多100到120克的皂基，我就加差不多就是精油个5滴到6滴。total 就是10滴到12滴，就是差不多 0.5%。 那你要注意哦，因为有一些精油它已经会有自己本身的颜色，所以当你如果用到一些精油是有带有颜色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成品的一些色泽，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你的香皂有精油的色泽，那你可以避免，就是尽量挑一些没有颜色的精油。 OK， 好，就这样微微的搅拌。 OK，
我会让它稍微冷却一下子，现在我会先关火，因为天气已经蛮热了。这个呢，我就会做一个怎么说，用牛奶来代替母乳的手工皂。就这样搅拌牛奶跟这个皂基的比例就是一对二，就是比如说你的皂基是100克，那牛奶就是58%50克 OK， 因为你不可以加过多，加过多都会导致它无法凝固，即使你放在冰箱它拿出来的效果也是好像就是胶状那样子无法凝固。这一个呢我就选择一个比较舒缓的，而且可以帮助很好的睡眠的，加六滴一二OK， 你好，他差不多要完了。西达乌 OK， 西达乌是雪松，没有 OK， 六 B。所以你看到加了牛奶过后，其实那个皂基它就会，那个皂基的那个融化的皂基它会比较水一点。跟之前如果只是加了精油的话，你看它会比较浓稠一点。现在差不多，我们要差不多是这个浓稠度，因为太热的话，我怕它会就是把这一个以前预准备好的一些小修饰的肥皂块融化掉，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倒，直接这样倒，好吗 ？OK， 差不多，这个也是。好，没关系，有多余的没关系。那其实现在只是我做一个单面的，如果你要有双面的有这样子的效果的话，你可以分两次来加这个皂基，这里已经抹皂基，这样就是差不多第一层已经差不多开始硬化之后，你才再加这个小块的肥皂，然后再加上去。OK。这就这样很简单。那现在就是让我来就是导入这一个母乳的代替品牛奶肥皂。这个我们不加色素了，因为就是牛奶嘛，可能你要给小孩使用啊，还是小 baby 使用啊，那么可以就是天然一些会比较好。那如果是你给就是可能自己使用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加一些东西来就是颜色啊都 OK。 OK， 好，比如说你看到哎怎么样怎么办，现在就有点泡泡太热 OK， 你看我今天呈现的是完全的失败，因为那个肥皂太热了，所以你看呈现出来它就已经开了，所以刚才我还是不够就是不够冷却，我很抱歉，没关系，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下次会更好。你看这边有小泡泡对吗，所以没关系，你可以就是用酒精就是喷，它会把这些小泡泡去掉 OK， 这样你到时候你的那个完成品就是没有泡泡，会很滑很顺的一个表面，这个也是 OK， 好，这样子。现在呢我就来做第三个，这个呢我们就做一个类似透明里面有花瓣的，我挑选的香精是 geranium 天然葵，啊，
geranium， 突然间记不起华文字怎么读了。OK， vetiver， 岩兰，完了，抱歉，给大家记住。OK， 也是一样。0.5% 的话我是加紫草， OK， 这个会比较浓一点，我觉得需要稍微有耐心、哦、等它流出来、哎、OK 一二三四五六 OK 好，geranium OK 不要拿错OK， 一二三四五六 ，OK， 好。微微的搅拌，它开始要融化了，所以手脚要快一点。嗯，好，我带过来这边。所以这一个我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你可以怎么就是做一点点就是色素的加，比如讲我现在用的是食物 OK， 我就点一点在这一边，那么再点一点在那边，蓝色蓝色 OK， 黄色，因为我要呈现是一个它可以自然晕开的一个效果，导入进去，它就慢慢的晕开，就如你们所看到了。嗯，哎，你导入之后呢，你就是稍微这样子滑几圈，在里面滑几圈 ，OK， 一样。你可以这样子滑，或者是说话这样子也可以，就依据就是根据你怎么滑，它呈现出来的那种效果会不一样。OK， 好，那么这一个呢，我会加玫瑰花瓣来修饰。OK。为什么我现在的加玫瑰花瓣呢？因为我是要它就是在中间，它不是沉淀在底层，所以我是先倒过后才加。再有点太深。如果好像玫瑰花瓣太轻的话呢，没办法沉下去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是先倒一半，然后把你这个修饰的东西加进去，凝固过加进去，那么再分两次，这样你就会就是完美的把你这个玫瑰的花瓣就是套在里面。OK， 好，你也可以带上这个。这个等下我会再解多一点，就是把溶解这个透明的多一点，再把它加一层，就把它盖在上面。对，好，因为我们这个肥皂需要时间去凝固，大致上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要有这样子晕开的效果，还有另一个方法可以呈现的，就是你把你的色素加进去你已经溶解了，比如讲刚才我已经溶解一杯，如果你要两个颜色的话，你就把它打成一半对半，对吗？过后你才依序
一个颜色倒一点，一个颜色再倒一点，一个颜色再倒一点，一个再颜色倒一点，这样子它也可以呈现这样子晕开颜色的效果。但是那个晕开的颜色是比较均匀的，而不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一个旋转比较少。对 ，OK， 好，谢谢大家。OK， 好。哎，喂，现在我们再倒回来这一个，就是跟你再继续的讲解关于一些小贴士，你需要做手工皂需要注意的地方。OK， 哦，你说，OK。就是刚才我所呈现其实是很简单四个步骤，切就是把八块的皂基切成小片，切的越小片跟你均匀一点，那么你会就是融化的比较均匀一点，融就是放在就是加温来融化啊，过后就拌，就是拌就是说你要加什么东西就去直接加进去，就拌，就是像筋啊全部就是搅拌均匀 ，OK， 搅拌均匀过后呢就倒的话就是入模。那么就可以就是待等大概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它固定过后你才脱模，但是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可能你可以就是让它收在一个密封的一个环境，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个吸收或是 dehumidifier 就是个除湿剂的话，你可以就是收在一个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盒子还是空间那么阴暗的地方，让它就是有更长的时间去凝固或者是固体化，过后你可能隔天才脱模，这样形状会更美，因为它就是完全的已经就是凝固过后你脱模，它不会影响到可能边边的角角那一些不够硬，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损伤哈，就是视觉上的一个效果一样。Okay. 那么这个是就是一些其他的 idea， 就是你可以怎么更加创意去弄你的肥皂，比如说像这一款的话，你就是分两次来注入，一个是有颜色的，就是这一层在磨底的这一层，你先上一个粉色，凝固过后呢，你再稍微喷一些就是那个酒精，再加这个白色的这一层 ，OK， 这是很直接，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要跟你们呈示的一个效果 ，OK， 那么这就是刚才也是加那个玫瑰花瓣的 ，OK， 我现在其实有开始在融一个，等下再导入多一半的话，把那个玫瑰完全覆盖在里面，还有就是你可以很创意做一个 lollipop 啊 ，ice cream shape 啊，或是你可以去买一些膜。它可以就是先做一个心形出来，过后你再就是怎么摆放都可以。好 ，OK， OK， 9 o'clock already。喂，最后两个 slide 了哈，快。母乳皂的好处呢，就是因为它很多营养，它营养成分很多，所以它很滋润、很柔和，可以舒缓皮肤。而且因为它有很多的营养，它可以助于缓解那些湿疹、皮肤不适或是过敏的问题，也可以淡化色素，而且它有很好的抗菌跟抗毒素，有助于一些伤口的愈合，也可以增强免疫力，还有就是尤其是好像如果小宝宝他们有那些尿布湿疹那一些啊，其实也是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就是因为它也是很好，我们弄成肥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洁的特性 ，OK，
但是要注意，如果你的那个母乳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话，你是要向外购买那个母乳的一个这个化缘的话呢，那你要确保就是那个你购买的那个母乳其实是安全的，就是它没有一些传染疾病或者是细菌感染的，要不然的话你买了过后万一就是你用在你身上你也会被感染， OK， 这个切记务必要小心。还有是首次使用的婴儿也是最好就是做一个皮肤敏感测试，你可以稍稍就是在一些比较皮肤薄的地方就做一个敏感测试，因为可能有一些小 baby 皮肤会对于就是母乳的一个蛋白质有一些敏感的过敏症，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建议你啊多注意， OK。那刚才就是做一个母乳的指南，其实正确来讲，以一个厂商来说，他们如果你是用造基法来做母乳的话，他们会建议就是说你一个100克的母乳加不超过5毫升或一茶匙的母乳，那是因为它会影响到它凝固的效果，因为水分太多的话，肥皂没办法凝固，所以你也不能调这个造基的一个配方。但没办法，没关系，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是加了50%的那一个母乳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放进冰箱让它更好的凝固。那脱模过后呢，你一定要密封，要不然的话肥皂里面有的甘油成分会吸收更多的水分，那么你就会看到哎，怎么我的肥皂就是很多在冒汗，很多水晶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一定要密封密收。那母乳的话不建议你一次过做很多，你可能做你每个月做一批够用就好，因为卫生问题嘛，你也怕得像你收藏的不好的话，它其实就是会发霉呀、还是有细菌啊，对吗？所以小心还是比较小心再小心啦。但如果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让你的这个母乳皂基它会硬一点的话，有一些建议是你可以加蜂蜡，或是加可可脂，或是硬脂酸 sorry， 或者一些盐。大概的用量我就放在这一边给你参考，你可以就是做一个 screenshot， 那么自己再试试看，因为可能你买的皂基会有一点点的影响，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调到一个自己的一个黄金比例，跟自己喜欢的那个肥皂的硬度 ，OK？ 肥皂。手工皂其实比起就是市面的一些工厂制造的肥皂来讲的话呢，它的保存期或是保质期会比较短，大致是12个月到24个月。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皂呢，就是尤其是母乳皂呢，是看你里面还加了什么东西，可能它也或是有时候你库存的不当，它的那个保质期可能也是会短一点呀。Yeah.那么建议就是说当这个肥皂已经硬化过后，你就每一块用保鲜膜把它包好密封收藏，要不然的话在新加坡还是我们这边亚洲的这个气候来讲的话，它很容易就是有产生的小水珠，你看你怎么我的肥皂在冒汗，因为天气热呀，他们流汗，对yeah, OK。还有一个就是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因为肥皂它能冒汗过后呢，它们也是会萎缩，变成可能会缩成小一点，就是干掉呀， yeah, 不是说完全干掉，但是它就会就是会缩小一点，影响到你的美观，所以最好就是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最后一点就是当你用我们自己这个用这个肥皂机制作的水手工皂的话，使用的时候呢，尽量就是避免它就是浸泡在水里面，因为它们这些皂基其实它的本质是比较软的，你泡在水里面很快的话就变成它在水里面融化。还有的就是也是卫生问题，因为水是很好的细菌滋生的一个源头，所以避免突然间你看到你的肥皂发霉，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OK， 好，小心一点。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谢谢大家。
那我们谢谢我们的 Geraldine， 可以来问我们，真的是讲解到整个讲做这手工皂的一个过程。OK， 那假如你们要知道啊，那个他做的今天在做的那些手工皂呢，变成怎样多漂亮呢 ？OK， 我们明天呢就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Member Group。OK， 所以你们那些 Member 的，你可以尽快的来去join我们的 Facebook Group 啦。OK， 那现在呢 ？OK， 也说下个星期五 ，OK， 我们有个也是有个特别的节目 ，OK， 下个星期五呢会教我们讲做 DIY。因为我们的教师节要到了，我们的 Teacher's Day 要到了，我们叫一些 Give Ideas for 我们的 Teacher's Day 教师节。可以说下个星期五是用英语来分享，是一个英文课。OK， so 现在呢，我就说你那个我们的 STEMI。OK， so 今天的 code， OK， 那些有 STEMI 呢，你可以scan the code， 那些还没有，你可以 download 来 STEM 那些 code， 你可以 scan the code。所以，假如你是用你自己的电话。OK， 来看着我们的 Zoom， 你可以 key 那个 menu code。给我们放这个3-4秒。那首先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啦。那你可以自己在回家其实你可以 try 做自己的 DIY 的那个肥皂 ，OK， 手工皂。那还有什么？好，谢谢大家。那我们要特别谢谢 Geraldine， 她特地也是 OK 来这边分享。只看到我的手，大家周末愉快。荣幸的邀请她来分享这么多，这么宝贵的一些资讯给我们。对，一定要美的。其实她刚才讲的那个他讲有一个他讲没有做人好，其实这样看起来也是很美，很多不同颜色哈，人家那个肥皂啊，错误也发现到，看到很美。OK， 好，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来临 ，OK， 我们下个星期五见。那明天呢，我们也是跟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就是下午3点呢 ，OK， 我们会有一个教你就是 essential oil for 孩子的 baby and toddler， 可以教你讲用精油帮你的孩子跟 toddler， 会以英文分享。好，谢谢大家，再见。